在公测3周年之际啊，我们依旧为旅行者们准备了一些神秘的奖励来庆祝这个特殊的日子。 Helen， 也来为大家分享一下情报吧。为了感谢旅行者们一直以来的支持与热爱，在 4.1 版本期间，签到活动欢赏刘华将会开启。旅行者们可以通过每日签到获得最多10枚纠缠之源以及其他道具奖励，不容错过。同时我们还会通过邮件的形式为旅行者们额外奉上总共1600元石和4个脆弱树枝以及2个特殊纪念小道具，便携式空气动力胶质炮生发器和柔柔小章。此外，在 4.1 版本更新后，游戏内商城的首充双倍状态也将会重置，具体信息旅行者们可以留意官方后续的相关公告。好耶，相信大家已经和我一样十分期待 4.1 版本的到来了。